我女朋友这么可爱的小生物，居然有口气，还特别喜欢吃重口味的食物。七哥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红色。那你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吗？黄色。黄色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喜欢红色。行，我去给你买。我真的信我自己，不拉圈也没问题。Beautiful, so beautiful. Come on. 一刚吃完螺蛳粉，先吃个去去味。一口气。这是屈臣氏推出的一口气口香肠，适合饭后喝，里面含有木糖醇，可以抑制口腔细菌，清新口气，零卡低糖，不用担心长胖。你嫌弃我？你竟然嫌弃我？闻一下，现在是不是很臭？能吃的女生当然好吧？对啊，特别好。那你娶她吗？当然娶啊！那么好养的女生，为什么不娶回家？妈，听说民政局附近开了一间烤肉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过去吃啊？那边太远了，不顺路，等你结婚证的时候再去吃吧。七哥，那我们抓紧时间结婚吧。原谅我不可自拔，可能不经意看你一眼。